新台币。欢迎收看《财神向前冲》，真的万事通。好，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收看我们的。哎，还没讲完，让开。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收看我们的《财神向前冲》。好，在我们节目呢，欢迎所有的机关团体、公司行号，还有学生呢组队来参加。在我们节目呢，单集最高有可能送出。每一集来抢钱，单集最高有可能送出50万的现金，而且呢，连续10次的卫冕成功，可以获得我们的 S5 的 Turbo 顶级轿车。好，今天我们看现场气氛呢，都相当的激动，因为今天来的这三个队伍呢，三组人马都是不得了了，才在这个月的18号完成他的终身大事，而且他是全亚洲、全华人的天王，今天呢都是他的工作团队来欢迎的是亚洲天王、巨星周杰伦的 MV 导演团队，欢迎 Jennifer、小黎、孙斐啊，还有好好，欢迎。来，第二组是他们的最精湛的舞蹈组，由小麦老师带领。哇，酷酷！来，小麦、小乔，还有蓉蓉，这是某某是吧？好，欢迎。哇，这个小麦老师在我们舞蹈界是赫赫有名啊。那周杰的舞蹈都由他来担任整个的演出里面的啊，所有的这个团员。来，第三组。最脏的一组不是，就是最重要的，他的里面呢很多的演出的导演，来欢迎我们导演组巨炮带领。还有，我立刻把我们门关紧。干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知道，我知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来介绍阿豪、培培、巨炮还有果果。啊，不好意思，因为我跟导演组比较熟了啊，讲话就会比较不干净啊。周杰伦结婚要不要来个祝福的话？啊，早生贵子。早生不是已经有了吗？哦，没有啊。好，早生贵子。早生贵子。好，小曼。百年好合。就百年好合。好好好，朋友比较少结婚，朋友比较少结婚，不太会祝福啦，都是朋友离婚找他盖章啦。希望他早生贵子，百年好合。有可能，真的蛮有效果的，真的，我觉得你们可以组一个团加入演艺圈，不要做幕后了。谢谢奶哥，真的浪费了。谢谢奶哥，好，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神奇女孩基哥怎么样来欢迎我们今天啊天王周杰伦这整个的 team 来，神奇女孩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基哥神奇女孩，老师音乐，演唱会总导演巨炮在这里，舞蹈小麦老师舞技最早期。再加上导演珍妮画的 MV， 杰伦伙伴真的了不起。等一下可以跟你们合照吗？加油！那我们神奇女孩都蛮狗腿的了，希望将来有机会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好吧？好，来先欢迎大家。来，马上是我们残酷的资格赛。财神向前冲是一个亲朋好友共同参与的欢乐竞赛，节目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真实，无论是真人实境的生活对答，扣紧真实行为的游戏机制，还有真心放送的高额奖金以及高级名车，不用学历，拿出阅历，真心真意，不止带走新台币，还能重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关系。第一阶段资格赛最真实残酷的淘汰，就在短短10题的抢答激战。好，继续我们残酷的资格赛。
好，三组呢，虽然都是跟周杰伦共事这么久，但是今天呢，也有可能啊，在我们前八分钟、十分钟呢，有一组就要先行离开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啊。来，马上呢，我来出我们的第一题，请按铃来回答我的答案啊。来，准备了，手可以放到按钮上面，看速度的，铃亮灯亮了，优先回答权。请问，周杰伦第一部自导自演的电影是？好，小麦，答案是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标准答案。所以今天要比按铃快的啊，因为题目可能会绕着周杰伦走。请问，周杰伦第一部在好莱坞的电影是？好，我们导演组，星空侠。没坏，这是。你看，不会，我们上一集这站在这边的第一名啊，对啊，答案是青风侠，标准答案。所以我们今天啊，可能是啊，将来或现在是最快的一集，为什么？因为你们都会很快抢答。第三题，请问周杰伦的第三张专辑名称是？好 ，MV Jennifer， 五、四、三、爱在西元前，什么？爱在西元前，爱在西元前，恭喜答错。来，我们的舞蹈组哦，什么？叶惠美。叶惠美是哪个人名啊？周妈妈的。答案是叶惠美，恭喜答错。不用唱了吧？怪的。专辑名称对不对？哪个？周杰伦第三张专辑名称是《八度空间》。八度空间，恭喜标准答案。怪，不懂，刚不是说要先，好不好？你手可以放上面。你我想，因为你拿起来打的时候，别人就已经按下去了，你懂意思吗？了解。好，来第四题，请问公公偏头痛 ，MV 里面的演太监大总管，因为他先亮了，是谁？台志远，台哥，台哥，这个是你们拍的吗？对。把题目念完 ，MV 里面的演太监大总管的是哪位艺人？台志远，恭喜，标准答案。好了，手跟你放到上面。好了，请问周杰伦出生于台湾哪里？不穿内裤的男人会产生什么困扰？就是可能有生理反应的时候遮挡不住，都会摩擦之类的。对，男人常有这个经验哦。想要皮的话要小心，因为小面积比较痛，不好固定，对，不容易固定。寂寞的滋味。锁定每天晚上九点，财神向前冲，观众朋友也来。神预测，奶哥，我来送钱喽！周杰伦出生于台湾哪里？有了啊，有了啊，哪里？林口，台北林口的，台北林口，你怎么知道的？你去过？我没有去过。他那时候已经搬，你跟他同时生的。因为他妈妈在林口教书，对，在林口教书，在那边就在那边生吗？林口，恭喜，标准答案。哦，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灯不会有问题的，就是你的速度。好，这个我们进行的很快，因为他们都了如指掌，所以呢，我们看看现在 Jennifer 他们 MV 组是200分啊，然后呢，小麦带领的舞蹈组是100分啊。
然后呢，我们导演组下面是200分，好，所以还有后面五题都会进行的很快。第六题，请问周杰伦在金曲奖中得过几次最佳国语？举炮，国语男演唱人嘛，一次，一次，一次，得过一次，一次，恭喜答错。小麦，他没抢，他没抢。我参加过的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有谢谢宪哥的那一次，应该是两次。好，为什么我刚刚的题目呢？就差两个字没念完啊！好，周杰伦在金曲奖中得过几次最佳国语男歌手？因为一猜题就猜到了，对不对？一次，对不对？我错了，我说你错了啊！所以两次，标准答案。来，跟大家报告的是，周杰伦是第20届跟22届的啊，这个摩羯座跟跨时代啊，得到了这个金曲奖的最佳专辑演唱男歌手奖，啊，所以是两次，上网可以查得到，好吧？好吧？好，哇，跟大家报告，222，大家各是200分。来喽，第七题，所以你看大家都很了解周杰伦啊，所以今天是拼谁速度快了。请问，周杰伦在第16届金曲奖中入围了6项大奖，全数共估的是哪一张专辑？哇，小尼抢这么快，然后说叫导演答，还有不死导演，5秒，制片答，4、3、2，第几张？孙肥，随便讲个，我就问你，随便讲个。依然范德西，什么？依然范德西，依然范德西，依然依然依然什么？依然范特西，依然范特西，要讲话都不比清楚。特西的西，来，恭喜答错，站中间比较倒霉啊。另外两组，导演组，5、4，我很忙，我很忙，恭喜答。错！来，小麦，舞蹈组应该是惊叹号。惊叹号！惊叹号！哎，不对不对，刚惊叹号！惊叹号！恭喜答错！这张专辑叫《七里香》。来，第八题，请问周杰伦第一张专辑《J》中有几首歌是徐若瑄填词？来，巨炮，两首，恭喜答错啊！导演，这个我们 MV 组一首，恭喜答错。三有什么好高兴？一定对吗？不是二，不是一，一定是三吗？几首？应该没有那么多吧？应该没到太多。对对啊，三，一定是三。三首，恭喜答对了。哇！选我们了。好，有可爱女人啦，还有伊斯坦堡啦，龙卷风啦。龙卷风。来喽！现在我们小麦舞蹈组是300分啊，另外是200。我们的第九题，请问，请举例一首周杰伦帮二姐江蕙作曲的歌。哎，老和声，应该最红，大家众所周知的。最近新闻还有，对不对？对。老和声，恭喜答对了。因为中间有一题呢，大家都没有答对，所以呢，总共只有9题。现在是导演组300，舞蹈组300。Jennifer， 你们这个 MV 组，如果这一题答对了，大家平分，好，还可以 PK。好，如果这一题被他们其中两组抢走的话，你们可能就输了。同胞二啊。第十题，请问我们要联合。周杰伦在哪一年的9月28日展开个人首次的世界？哎呦，同胞二。金卫演唱会。
五秒。哪一年哦？是哪一年？三、二、一。超过了。等一下，几年？零七。2006年，1900年。我觉得这个导演脑筋算蛮灵活的哦。对，我的答案是零七，2007年，恭喜你，标准答错，也不用按了，因为他们答错呢，他们直接就没得赢了。所以你们刚才让给他，他没答对就直接输了。你们让给他，其实你们不答，那你们知道答案吗？应该可能你们也不知道，我知道题目，我把题目念完。题目没有听。周杰伦在哪一年的9月28日展开个人首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2001啊？哪一年啊？2001啊？那个演唱会叫什么？叫 The One 啊？不是啦，不是，没有名字，没有名啊 ？The One 啊？2004。2004。The One 应该是2004。对 ，The One 是2004。你知道。我的题目念完了，他就是 The One， 2002啊，2002不是2001。怎么样？我们现在题目你都有意见？不是你吗？2002年的 The One， 好，所以呢，今天很残忍，没有办法。虽然你们都发挥了好周杰伦整个这个 team 的这种不管友情、亲情、爱情啊，但是呢，还是要淘汰一组。我们的 MV 组 Jennifer 不好意思了，菲菲、小妮、好好再见了，拜拜，神经女孩欢送他们。菊花残在地上，你的笑容已白化，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看，北风来夜未央，你的剪不断，不料我孤单在荒野成伤。拜拜。那个导演 MV 有需要的话，千万不要找他。好，谢谢我们导演组，要恭喜我们在小麦领导的舞蹈组，巨炮这位导演组晋级。马上就是我们的决战金财神。第二阶段决战金财神，由制作单位举办的百人大调查，每一道题目都是趣味的生活反应，经过公正的统计与整理，列出排名前6的笔数，猜中即可获得积分，更可运用策略将主答权移交敌方，不用靠体力与脑力，把生活的共同经验转化成机会与命运，猜猜我们共通的有趣名义。好，决战金财神，现在是我们小麦的舞蹈组，还有我们巨炮的导演组，两队来争，待会有机会挑战我们单日最高奖金50万，好不好？好，来，我数到1、2、3呢，按铃抢答，先抢到零呢，听完题目决定先答后答。1、2、3，请听我的题目，听完你来决定。好，在你的想象中，不穿内裤的男人会产生什么困扰？好。你们男生这边3个，这边3个女人怎么办呢？对，什么困扰？你们有想象过吗？有，先答后答。想得出来。不穿内裤。你这个题目你们答应该会很脏。他们答会很脏啊？你就是故意安排他们答的。会产生什么困扰？会产生不穿内裤的男人会产生什么困扰？你们要先答后答，五秒。什么困扰？4、3、2。先打好了啊！先打好了啊！来，告诉我第一个选项。不啰嗦，第一个就是那个了。对，什么？就是常常不小心会被拉链，就夹到肉。夹到，对对对。夹那么入骨呢？会夹到肉嘛？哦，夹到肉。他制作人说要明确。哦，对。夹到皮呢？对。夹到皮的话要小心，因为小面积比较痛。夹到皮肉，皮肉之苦。有没有？夹到，来再来。不穿内裤的困扰。对。哦。像这样子啊，对不对？就是困扰吗？对。再来。皮肤病。会容易得病。容易得皮肤病。对。就是不干净。不干净。对。对不对？不干净。哦，你觉得这答案好吗？
不错，会在我们百人调查里面应该第五前六个吗？第五啊，第六哦，后面一点。什么？后面一点容易得病，对，皮肤病，皮肤病，容易得皮癣啊，什么的，对，有没有？有，他有可能在很后面的选项，好不好？再来一个，可以错两次机会而已哦。所以你们这边要讨论哈，有哪些困扰啊？啊，好烂的，这题真的蛮难的。什么？就是可能有生理反应的时候遮挡不住，不能遮丑。对对对，不能遮丑。对，就是容易有反应，容易摩擦，对，产生反应，容易摩擦产生反应，有没有？为了自己可以不买单，通常会使出什么招数？装睡，先装睡，先装睡，先装睡，对啊，对，他睡到那边。我都是不付钱的，大鱼大鱼哪个容易有反应？对，对不对？容易摩擦，容易摩擦，有容易摩擦，对，产生反应，容易摩擦产生反应，有没有？有，磨破皮，容易摩擦磨破皮的。还有我们这边讲的是痛啦，不是那种反应哈。对对对对对对，再来五秒，四三，你讲，我有答案了，你讲吧。好啊，容易出糗，就是可能被人家恶作剧，裤子拉下来的时候啊，别人怎么知道他没有穿内裤？曝光，对不对？最容易啊。对啊，所以容易出糗啊。容易出糗，一般人容易。你要确定这个答案。我确定，我想不到其他的，想不到其他，想不到其他干净的答案。培培，你都没有任何一个建树，没有哎，没有。你说什么？真的很难，真的很难。答案是容易出球，有没有？这里他们不见得知道，太难，这里好难。来，那个小麦，你平常穿不穿内裤？我穿啊，穿嘛。那你有知道你周遭的有人不穿内裤的吗？不喜欢穿的。我好朋友他从来不穿，从来不穿哈。对。但他没有什么困扰，我觉得。没什么困扰，你没跟他沟通过，是不是？有时候我会穿他裤子。有时候你会穿他裤子，所以也没困扰。应该是我比较困扰。哦。来，给我一个答案。一般女生觉得啦，应该会比较。他们容易晃来晃去。搞不好问卷调查里面有女生啊。对，搞不好问卷调查女生。怎么样？晃来晃去。吊儿郎当。怎么那么开心啊？不好固定。不好固定。对。不容易固定。哇！应该没有。真晃不过来吊儿。不容易固定。吊儿郎当。比这好看，是不是？真的。吊儿郎当有没有？你们都是给提示，你最了解周杰伦，从他平常的生活行为上去想，对啊，什么东西啊？我是觉得我还有机会讲吗？啊，你要不要变？我们现在没有了，你来讲，会有还有什么？应该是形状容易被看到啊，形状容易被看到，就是。不，你们讲的都是可能是你们外人看他的，是要赶他自己的，自己，对不对？我们来第一名什么调查？裤子容易搞脏嘛？对不对？这最简单的啊，人家讲不穿内裤也很容易，对不对？我们最起码有时候偶尔，就算你膀胱够好，也会滴个偶尔滴个一两滴，是不是？好，还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来，我们问一下导演，那个 MV 组，那个啊，孙斐，你有没有不穿内裤的习惯？没有这种问题耶。没有这种问题啊？没有这种问题。没有这种问题。对。啊，好好嘞。没有啊。你觉得有什么答案？不能，就不能买出去买衣服买裤子，个人的。不能出去试穿裤子，不能容易，你们关到更衣室里面，谁知道？容易着凉。容易着凉。对啊。哦，他又有感冒的这种问题，容易着凉，容易冷，容易冷，有没有？容易冷，还容易冷。
复活了，这也有。哎，我跟你讲，真的，你冬天没有穿，你看看，风一刮来，哎呦，有打铃声。我们看里面的选项啊，还有另外两个，第二个选项是什么？走路不顺，卡卡。是。这个不就是？再来呢，第五。让人觉得是否有点怪癖？就是让人家知道了你啊，这个就是以他这个人讲，他如果说没有穿那个内裤的习惯，人家知道说，哎，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怪癖？怪怪的，怎么会不穿内裤？穿内裤才算一个正常行为啊！啊，会有这样一个误解。好，可以了。所以呢，二十分，那你们没抢到，还是我们巨炮导演组的啊，二十分。好。第二题一样哦，我抢到一二三，一二三，哇，这是快了，好了，太快了，好了，太快了，我们坏了，他真的好了，请听我的题目，同事朋友间聚餐唱歌，为了自己可以不买单，通常会使出什么招数？先打，这个简单的嘛，比较简单，你们都搞这一套的嘛，对不对？没有，啊，来，第一个选项。有事先走啊，就先走啊，有事先走啊，有事先走，对，最基本，最基本，他们都要讨论的哦，你们要讨论哦，待会他们万一没有的时候，你们答对，你们今天可能会赢哦，好不好？有事先走，有没有？找借口离开，好，所以包括了赶拖了、不舒服了、门禁，好，这些都要待会都不要再答了。来，下一个选项，那个尿遁算在里面吗？啊？就是上厕所，上厕所借故上算在这个，算在这个，那不是离开哦，那只是去上厕所。对，那这个是离席离席啊。哪一个？你出哪一个？还是什么？忘记带钱包，忘了带钱包，对，先帮我出一下，对，一定是啊，对不对？对，忘了带钱嘛，哎，买单了，哎呦，不好意思，我忘钱，你先买，我你先买，对，改天再给你，是不是？对，忘了带钱包，一定有没有？再来，尿遁到底算不算？不算提前离席嘛？尿遁啊，对啊，尿遁，上厕所，上厕所，上厕所偷跑了，假借厕所或讲电话，然后偷绕跑，或者打电话，对，后面接个电话，哎，这样子就是尿遁啊，尿遁有没有？哎，讲电话也有，对，讲电话。还剩下三个选项哦，你们要注意了哦，他们错两次你们机会啊、哦，来再来。哦，那个男朋友或女朋友找。男朋友或女朋友找。就是找借口。哦，就找借口嘛，就找借口嘛。对啊，哎呦，不好意思，我男朋友来了，我过去一下，对不对？找借口嘛。找借口。啊。是想故意的哦，好不好？啊，就是故意的，或者是我们讲耍心机。一，培培，装醉，喝酒醉，对，这个好，要装醉还是跟老板吵架？装醉，先装醉，先装醉，先装醉，最会装醉，装醉，好醉啊！他醉到那边去了吗？是不是？喝酒，装醉有没有？有。吵架，那就接着吵架了，吵架，要跟服务人员吵架，有没有？有。还有一次机会，来，你们那边要赶快想哦，小麦舞蹈老师他们这边啊，五秒，四，三，二，一，答案。不买单，故意不买单呗。就故意不买单，就是我就不买单。我知道，哎，漂亮，没有时间喽，下次我请，下次我请，这次你先，下次我请，对，这次你请，下次我请，这应该有，有没有？这应该有吧？漂亮，不是，我都是不付钱的，拍什么？最后还有一个第五个选项，最后一个五秒，阿哥加油！四、三、二、一，没有了啊！喷！你们就孤注一掷了，只有一个选项，好不好？你把这些全部抛开掉之后，还有一个什么在第五选项呢？对。
这个对，就是比如说我只去，但是我没什么唱歌，摆烂摆烂，我就没喝也没唱，摆烂，对啊，摆烂跟找借口的意思啊，或者是什么装醉啊，这种都是摆烂啊，也差不多，是不是？对不对？可以去别的包厢。好，那就是我去别的包厢带别人来。交换条件，去别的包厢带别人来干嘛？对，就是那我就走了。找带别人来，那你就走了。那就是找别人请客啊，对不对？差不多是不是？对，找别人请。五秒，四、三，谢谢，谢谢小麦老师，谢谢两位，谢谢小麦哥，谢谢，谢谢。喷。其实这个啊，我讲出来，大家心有戚戚焉。你们会说，哎呦，来。你说，哭穷，装穷啊，装穷，装穷啊，装穷啊，装穷，没钱啊，因为这是女生的，没有这个不就是没有钱，女生不会，一个是是吧？女生会这样，对不对？女生更不要装穷，对，女生来几个都没问题，买单，女生买什么单？对不对？装穷，哭穷了，有没有？哇塞，最近都没有通告啊，哇，怎么请啊，对不对？好，所以呢，刚刚的共同积分呢，又在我们导演组说加起来是90。